中国女兵永不言败，中国女兵永不言败。好啊，那你们别后悔。不行，如果我不出去，大家都会倒霉。他就是想让我们分开，各个击破，我们不可以上当，不可以出去。别哭了，大家都平静下来，平静下来。我平静不下来了，我不想看，我想回家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他们现在已经撑不住了，这样的状态不适合继续训练。明白。五四七幺幺幺二，等他们出来以后，立刻停止训练。明白。一，时间到了，注意安全的。快出来！快出来！现在不需要卫生员，下一次就完了。我刚才叫你们出来，你们不出来，现在你们一个个全都出来了。啊，好啊，出来就好了。来，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生不如死。教导员，请吧。没事，没事，爸。还轮不到你。过来！鲁学凡，他们还真打！过来！坚持和鲁学的话，大家要平静，一定要平静。让你话我起来！走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上来啊！蹲下！蹲下！蹲下！看我干什么？不服气啊？好啊，这单挑还一起上啊！姐妹们，我们要坚持住，不管什么困难，只要我们团结在一起，一定会熬过去的。他们在相互鼓励。老狐狸，到。破坏他们的企图，把他们分开，让他们孤立无援，彻底绝望。明白。把他们都
放起来！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要为难我，我也不会为难你们，老老实实待着。OK。没事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我已经给过他们机会了。注意，不要给他们水喝，不要给他们食物吃，让他们始终保持绝望和孤独。明白。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我们平常不都是这么干的？老了，心软了，毕竟他们都是女娃呀。老狐狸，走。敌人可不会心软。我知道，你说的是对的。把他放进去。说谎，这个机器就会有反应。你们这是胡闹！我们国家根本不采信测谎仪。你说的没错，但敌人会采信。你别忘了，我们现在就是你的敌人。来吧！这是葡萄糖，帮你补充体力。我现在问你问题，你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，明白吗？你休想从我这得到半点讯息。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吗？自己看。我问你，是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？是。怎么样？听话。好。我再问你，你是不是狼牙特战队队员？不是。讲话。哼。你看，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你是特战队员，那么你是不是这支突击队的指挥官？我问你，是不是这支突击队的指挥官？我什么都不会说的，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一个字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绝对不会这么做。我这些兄弟们一万种方法能够撬开你的嘴。不就是刑讯逼供吗？来啊，我就不信你们还能打死我。我知道你心里清楚这是演戏，所以你做好了特别充分的思想准备，对吧？对，我就是知道这是演戏，而且我还知道，你们比我更害怕我会出事。我要是出了事，你还有你们，你们都去不了动着走。要是我还有我的女兵们受了一点伤害，发誓我会让你们通通的扒下军装，通通的送进军事监狱，一起送进军事监狱。
是游戏规则。我们现在是你的敌人，我们有很多种办法可以让你们屈服。来啊，啊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底线吗？假的就是假的。假的。小蜜蜂，到，给他注射两 cc。没事，他先。早点说出来啊！你们也不用遭这种罪啊！啊！中国女兵永不言败，中国女兵永不言败。